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蹦妈。我这都是大小伙儿，也都是正能吃的时候。我老担心他们不够吃，所以每次做的饭量呢都是比较大的，顶饱顶够吃。久而久之呀，有些孩子呢都长胖了，就有家长建议呢给孩子们还是要定量。所以最近我们打饭呢都是一次给少打一点，不够了再来。就在昨天呀，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在我家没吃饱。说那个初中生呀，不用刻意的去给他控制饮食，他们的活动量比较大呢，都是能消耗掉的。好像人家说的也对，但是我有点迷糊了，是该让孩子们敞开吃呢，还是给他定量，每人一份吃完就没了？不过很明显呢，对于胃口好的孩子呢，他是不够吃的，这个定量是不是还得因人而异？请教下同行朋友们，你们都是怎么给孩子们做到合理分餐的？请教。今天给孩子们做他们爱吃的酱香饼，面粉四斤，加少许的盐，一半开水烫面，一半冷水和面，半发面烙饼子呢，既有烫面的柔软，又有死面的劲道。有没有和我一样特别喜欢揉面的？好久没有揉面了呀，今天揉一揉感觉特别的过瘾，解压。面团揉好后盖上盖子，醒面30分钟。我们今天的主食是三鲜米线，我买了一根大骨，先熬个高汤。酱香饼的酱料是灵魂，帮妈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秘制配料。先准备香料油，洋葱半个，香叶少许，八角没有空气代替，桂皮半根，香菜一小把。酱料部分，豆瓣酱一大勺，香辣酱一大勺，香辣酱我一般都会买这个李锦记的，味道比较好。番茄酱一大勺，蚝油一小勺，白糖两小勺，孜然粉一小勺，辣椒面一小勺，是上色的，你不喜欢吃太辣的可以不用放。这个酱料调出来是香辣味的，如果您吃不了太辣呢，这个豆瓣酱可以减半，把香辣酱换成黄豆酱，酱香味比较浓郁。把香料炸干黄后捞出，香料香不香，这个熬酱的过程很重要。炒酱的过程呢，需要小火慢熬3到5分钟，把这个主汁呢各种香料的味道融合，香味就出来了。熬制酱料变浓稠就可以了，闻着甜中带着一丝辣。这个酱可以拌面条夹馍的都很好吃，水分也炒干了，而且没有加其他的蔬菜，更易保存，放到冰箱呢一个月都没问题。上次就有朋友问我怎么做油酥，做油酥呢其实挺简单的，面粉100克，油200克，面粉和油的比例是1:2，调出来的是稀油酥，热油浇一下就好了。面也醒好了，揉面排气，分成小面剂。我是4斤面呢，分了12个面剂，薄厚大小刚好，差不多就是给你们做参考吧，就1斤面可以分3个面剂。给大家教一个最简单的分层方法，把面皮擀薄后抹上一层油酥，切开半径后卷起。这个方法呢比您切成好几块呢把它折叠起来我觉得更要方便一些。面皮上抹上一点油，放上松弛一会儿，等会儿呢好擀开。上次做的三鲜米线，我放的是那个肉片呀，孩子们都不太爱吃。今儿炸个小酥肉，酥酥脆脆的。肉条呢，老板已经帮我切好了，我买的是五花肉，你也可以用纯瘦肉来做。葱姜、盐、胡椒粉、料酒和花椒粉腌制。您炸的小酥肉不酥脆，蹦妈把正确的挂糊比例分享给您。下为1斤肉的用量，2个鸡蛋，80克的红薯淀粉，20克的面粉，再加少许的盐。挂浆呢最好选用红薯淀粉，因为红薯淀粉的吸水性比较强，它做的面糊呢不容易脱浆，在口感上比较酥脆。我们判断它这个吸稠度呀，你看挑起来之后成这个拉丝的状态，就是吸稠刚好。把肉倒进面糊里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听大家的建议，都说这个豆油比较好，我专门买了一桶，今儿来炸酥肉。
小酥肉分两次下锅，第一次把它炸定型，第二次炸香炸干。电饼铛刷上油，把面皮放上去，咱们也退出褶皱。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，应该是更好吃吧？应该能刷更多的酱料，在口味上应该更好吧？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咱解答一下。一面烙至上色后，在上面再刷上油。烙至两面上色，刷上酱料。这个酱料呢，真的吃的是特别特别的香，用料也都是很家常，做出呢外面小吃摊的味道。酱香味浓郁，柔软又多层。因为孩子们都爱吃比较脆的饼子，所以我烙的时间比较长，外面特别的酥脆。小姨准备好的配菜，做三鲜米线的配菜呢，就随您个人喜好。但是西红柿、黄瓜和豆芽可是必不可少的。炒香葱姜末后呢，倒入西红柿，再加上高汤。把准备好的配菜呢依次下锅，调料也很简单，加上一点盐、鸡粉和胡椒粉，再淋上一点猪油。三鲜米线的做法简单，主要是高汤，这个高汤呀多熬一会儿，熬出营养。还有一个呢，把西红柿呢要炒出汁儿。再给孩子们做一个他们爱吃的水果捞，基本上这个拿上去之后呢，都是抢着吃。快来吃饭啊！哎，吃啥呀？好香的三鲜米线。这是小酥肉吗？哎呦，我用手就上了。好吃。脆脆的啊，嗯，那做出来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你走路看我吃，我都聊完你聊之后再吃。阿姨给我做来点酥肉。做来点酥肉。好，谢谢多点。粉丝米线，那这一碗给你吧。能尝尝。哎，尝尝。这一碗给你吧，要不然不好挑。哎，就是能再给我来一碗，我觉得这个可好吃了。那好吃，我怕味道淡，我怕你吃不习惯了。那好吃。没事，快来。好的，来。嗯，好的。还有谁没拿？最后没拿吗？快来。阿姨呢？你还要再吃一大块，这个是个大块。行。嗯。那。